Thank you.
小香，先不好意思录你们。还有吗？要走了吗？要走了吗？要走了，要走了啊！我让讲话。下一次我们再让你们讲。哈哈哈哈哈！再讲，再跟姜老师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他听到都想笑。对，都可以告诉我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们都要。